虽然呢度河谷一带乃系天然屏障，但系万一辽狗将太军推到阵前，宗保实在唔忍心一战。宗保，启禀元帅，少夫人、四奶奶、八姐排风翻紧嚟，同行嘅仲有耶律中原，佢哋带同辽国嘅精纯女主一齐嚟。快传，系。参见元帅，宗保。桂英，你。我哋直闯辽营，将精纯女主捉咗翻嚟。你知唔知道今次系几咁危险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次好在得中原帮手啫。元帅，元帅，宗保。真系叫得动听，果然系血浓于水，连我呢个做姨妈嘅亦自叹不如啊！大宋三军镇守使杨延超见过女王陛下。杨延超，唔好假慈悲啦！你哋将外界挟持到此，要杀要剐，色除尊便。女主系千金之躯，我哋又点会加害于你？你唔好以为挟持外家到此，大辽嘅军民就会听命于你哋啊！简直是妄想！你以为我哋挟持你到呢度系为咗乜嘢？我哋只系想将你交换太君啫。我哋咁样做都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边个叫你当初唔卑鄙？兵不厌诈，有咩卑鄙唔卑鄙？今日我只系落喺我最信任嘅人身上，咁并唔代表你哋有咩了不起嘅地方。我哋有几厉害？等我哋太君翻嚟，我哋就会俾你见识下。我杨家显赫威名。就算要打败你哋，亦会堂堂正正咁喺阵前一战，绝对唔会好似你哋一样用一啲下三流嘅卑鄙伎俩。等你哋破咗耶律浩南嘅天门阵，再同外家胡吹大气都唔迟。破天门阵系后话，今日有你喺手，太君就一定可以安全咁翻嚟。定国，带女王陛下去酬迎看官，记住要厚礼宽待。系元帅。请。哼，元帅，今次桂英事作算章，请元帅唔好怪罪。你立下大功啦，何罪之有？冇错啦，元帅，元帅，元帅，我相信就算皇上知道啊，都一定会褒赏佢哋啊。你哋唔留喺天波府，你呢度做乜嘢呢？元帅，我哋实在太担心太君同埋佢哋啦。系啊，就算上战场，我哋应该心连心，肩并肩噶嘛。你哋去冲锋陷阵，我哋焉能留喺家中享福啊！你真系厉害啦，连精神女主都未捉到。都甘心，冇人会希望你死。大家都明白你嘅处境，因为我哋系你嘅亲人。宗保，你系我亲人，但精纯女主何尝唔系我亲人？一直以嚟，无论帮边一方做事，另一方都会失望，系啱系错，根本就唔成分。我今次咁样做。只希望良心好过一啲。既然你讲到良心两个字，我呢个做叔父嘅都唔应该拒人于千里。宋辽两国长年对立，你我各为其主都系好应该。但系今次战争喺辽国引起，佢令到千千万万百姓生灵涂炭。只要你以后唔再为虎作伥，咁即系为天下立下莫大嘅功德。我谂四哥在天之灵。都应该得到安慰。我
我只是希望这场干锅可以早日平息，宋辽两国从此和平共处，不再有无辜的百姓受苦。但愿如此。如今弊也在他们手中，丞相大人，你认为如何是好？如今主动权在他们手上，你急都没用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。担心总是有的，但是未至于不安。难道你不担心宋九你用陛下威胁我们，将陛下押到阵前，到时我们他们有陛下在手，我们一样有个成太君。再说杨家的人素来自夸仁义之师，他们一定不俏这样做，而且佘太君在他们心目中一样那么重要。你真的这么有信心？启禀两位大人，宋军派使者前来求见。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快去！是。杨家将孟定国乃奉大宋三军镇守使杨元帅之名前来致函。十里外洛英高与陛下交换佘太君萧远来意，这种规定双方不够携带弓箭，不得带人马超过一百。讲咩话？岂有此理！萧元帅，又为两国交锋，不杀来使，快话俾杨延超知，我哋一定会依时应约。告辞。堂堂大辽，从来都未受过啲侮辱，我一定要亲手杀晒呢班宋狗。萧元帅稍安勿躁，但最重要嘅就将陛下救翻翻嚟。丞相大人，我恨不得将挥军杀到杨家片甲不留。只要陛下平安归来，你怕冇咁嘅机会？丞相大人，明日唔通我哋眼白白就睇住佢带走佘太君？冇咁便宜。我已经有晒全盘嘅大计，人不单止可以救翻陛下，而且仲可以一举歼灭杨家军。桂英，你睇喺九龙谷上空。你点啊，桂英？佢同你一样咁调皮嘅。我哋嘅孩儿仲有三个月就要出世，如果冇天门阵，冇辽人侵袭宋国，我哋一家人就可以开开心心咁生活，你话几好？唔理嗰个天门阵有几凶险，我杨宗保绝不会退缩半步。宗保，你要记住，我要跟你一起共同进退。桂英，答应我，今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都要保住自己，保住孩儿。你要答应我，千祈不要轻举妄动。放心，我会。
中原，都咁夜啦，点解仲唔去休息啊？我瞓唔着。听日就系交换人质嘅期限啦，会发生乜嘢事，边个都冇办法预料。你应该好好养足精神至系。我会，只系好多事尚未解决，我要谂清楚。呢个系。呢个系娘亲嘅遗物。原来铁镜公主嘅封号就系由此而得嚟嘅。我娘亲八岁嗰年被封为后族成女，呢块铁镜就一直留喺佢身边。后嚟我娘亲遇上我爹，呢块镜就成为咗佢两个人嘅定情信物。佢哋死咗之后，先王知道此事，一怒之下。要收回娘亲的封号和这块铁镜，幸得我义母，亦即当今大辽女主，极力劝阻之下，此事才不了了之。后来陛下将这块铁镜交到我手里边，对我来讲，这块镜代表了他对我的恩情，是养育之恩，亦都是爱护替携之恩。但我竟公然背叛他，令到他和我的关系从此恩断义绝。我再冇机会报答佢对我嘅恩情。中原，我记得你曾经同我讲过，做事要凭良心。况且呢次嘅事情错不在你。如果你真系认为今后无法喺辽国立足，何不跟我哋翻天波府，做一个堂堂正正嘅杨家子孙？做杨家子孙仲可以，但绝对唔会效忠宋室。人各有志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勉强你。只要一家人能够在一起，不理外面有什么风风雨雨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奋斗，这样不是更好？这些是以后的事，对我来说太遥远。宗保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明日一战，势必凶险。假如我有咩不测嘅话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婉诺同我嘅骨肉。唔得，我唔会答应你。点解？我要你自己亲自照顾佢哋。你同我听清楚，如果你唔爱惜自己嘅生命，呢个责任我系绝对唔会替你去承担。杨家上上下下更加唔会。终于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踏进天波府嘅嗰一刻开始。你的性命就同杨家紧紧咁扣喺一齐，呢啲系相隔万里都分唔开嘅骨肉亲情。虽然呢次救太君乃系最重要嘅一件事情，但系我哋绝对唔会将你哋夫妻嘅安危抛诸脑后，绝对唔会。如果你真系有乜嘢不测嘅话，唔单止你嘅妻子为你伤心，杨家上上下下都会为你伤心。好啦，唔好再谂咁多，翻去休息。行。太君。婉诺，婉诺，你点解会嚟到呢度啊？中原呢？中原堂不辞而别啊，佢怕担心，所以连半句说话都冇讲，只系写低啲字喺墙度就走咗。我知佢一定嚟咗呢度噶，所以我要嚟呢度揾佢。太君，中原最担心你嘅安危。唉，你个孙真系傻。他更加不甘心，想要阻止场战争。太君，我真的很怕中原会有危险啊。婉诺，不用的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心急都是没用，一切就由上天来安排。太君。
中原，大娘，喺度谂紧乜嘢啊？我都唔知道今次做得啱唔啱。我已经到过你爹坟前，佢葬喺你娘亲附近，但墓碑就向住南方。你应该知道点解。知，因为阿爹一直都记挂住大宋同埋杨家。我喺你爹坟前提过你嘅处境，我相信佢一定会帮你。大娘，你早啲唞啦，我知点做。中原少爷，呢套战甲系元帅送俾你嘅。换咗佢啦，我哋就嚟出发噶啦。带佢哋走，吓走！太君啊，要带我哋边啊？唔使惊，我都想睇下佢哋仲会出咩招数。太君元帅，一切准备就绪。Thank you.
梁燕超，你要的人本无常先带了来，我的陛下安然无恙嘛。我大宋是礼仪之邦，我杨延昭最重落，我保证他丝毫无损。好，你想怎样交换人质？我们双方各派一人，将人质带到谷底交换，在期间我们双方人马留在原地，若不是我就取消交换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宗保，你去吧。是元帅。宗保小心。耶律浩南，杨宗保，你我的账迟早要算清楚。有这样的机会吗？你以为娶了桂英就是天大的美满？你逆天而行必遭天谴，你一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桂英很快就会做未亡人。一派胡言，你丧尽天良，迟早你不得好死。废话少说，快点放我殿下。太君年事已高，你先放他两个，我再放女主。哼，我杨宗保顶天立地，不会像你们的卑鄙小人不讲信用。好，娘娘我面前都撒不出什么花样。陛下受惊，请即上马。你有冇事啊？太君，英华，桂英，我冇事，你要小心。太君，太君，你冇事吗？我冇事，中原，放心。有说话同你讲，观察。废话少讲，收势。丞相，俾佢上嚟啦。中原恳请女主陛下立即收兵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废话，你明知辽宋两国势不两立，为咗大辽百姓嘅福祉，此战势在必行。女主陛下，如果你为了大辽百姓的福祉，就更加应该收兵，因为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够带来真正的福祉。你出尔反尔，当初请战的是你，
与金停战嘅又系你。冇错，当初极力主战嘅系我。但经历过杨家一行之后，我谂法已彻底改变。试问人生在世，谁无父母？谁无亲人朋友？喺你两军之中，佢哋全部都有父母、兄弟、亲人。倘若佢哋战死沙场，只会为亲人带嚟无限嘅伤悲。我虽然系辽人，但身入边流嘅系宋人嘅血，我实在唔忍心见到你互相残杀。女主陛下，你都试过丧亲之痛。中原自知今日无力阻止宋辽一战，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战争的结果无论胜败，只会带来无数人丧亲之痛。这块铁镜是当日陛下亲手交给中原，陛下对中原的养育之恩，我无以为报。这块铁镜就留给陛下作为一个纪念。中原的一生受着命运波罗，受着杨家子孙想效忠陛下又不成，如今中原只好以死相加，希望陛下可以立即收兵。完全是因为我，当初是我极力主战，才令到两国无辜百姓受苦。就算我死十次、百次，都难以报仇。我每一日都非常内疚，时常受到良心责备。我成日都喺度谂，将来我哋嘅仔太过早，早都会战死沙场。我唔想见到，我唔想见到系咁样。为咗我哋嘅仔，为咗千千万万无辜嘅百姓，今日我以死血奸女主。希望你明白，亦都希望你原谅我，应承我，
一定好好照顾我哋嘅仔。我希望佢长大成人之后，能够见到两个和平共处，应承我，应承我。我应承你，我应承你。终于，太君，太君，终于，中原。知道杨家常啊，对我非常厚望，俗语无以为报，只有希望内心再做杨家子孙。仲元，你始终系太君嘅乖孙，你系杨家嘅好子孙。原谅中原不孝，不可以再侍奉你。你放心，落到九泉之后，会向阿爹解释嘅。中原，中原，大娘，请你代我照顾远婆同我嘅仔，多谢。终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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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终于。中原一生效忠辽国，佢不愧系杨家嘅好子孙。我哋将佢葬喺两国嘅边界上，等佢召集，能够见到两国嘅疆土。我谂你嘅安排最合佢嘅心意。丞相大人，敢问陛下圣体如何？陛下圣体无恙，于微臣刚才观其气息，只不过系哀伤过度，一时心气危生。只要微臣为陛下开一道药方，就可以。唔使啦，外家自知患嘅系心病，食咩药都系冇用嘅。
中原的死对哀家的打击实在太重了。陛下，为了大辽的社稷，恳请陛下保重圣体。陛下，与其为了南院大王之死而哀伤，何不化悲愤为力量替他报仇呢？报仇？南院大王今次一定是受了杨家的唆板和煽动，才会做出背叛我们大辽的事，走上绝路。所以归根究底，罪魁祸首是杨家。试问人生在世，谁无父母，谁无亲人朋友？女主陛下，你都是个丧亲之痛。陛下用一雪心寒之恨，就要好好把握今次的良机。冇错，如今宋军以为我哋退兵之际，正系防守最松懈的时间。倘若我哋嚟一个突袭，一举歼灭宋军。不过，哀家喺中原临死之前答应佢退兵，君无戏言，哀家又岂能出尔反尔，令佢喺九泉之下亦要失望呢？哀家若失信于一个死人，又何以取信于天下嘅百姓呢？陛下，只要我哋为大辽立下万世之功，便可得到百姓嘅拥戴。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恳请陛下勿感情用事。在这次战争当中，哀家连唯一的亲人都失去了，深深地体会到丧亲切肤之痛。哀家又岂能让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同受其苦呢？南下伐宋之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如此大好良机，竟然轻易放过，实在可惜。今次退兵，恐怕大辽的国运从此一蹶不振。少将军，实不相瞒，如今我的心已经埋在天门阵里面，大辽的国运和我紧紧连在一起。倘若时机一失，我的心就会化为泥尘，到时你强我弱，如果宋兵嚟一个乘势反扑，大辽必遭覆灭无疑。哼，有我萧天在人，你容班宋狗横行？天意果真如此，萧将军仲有三头五臂，到时都无可奈何。丞相大人，统真系冇办法化解呢个劫？冇，除非即时发动天门阵，一举歼灭宋军。但系陛下已经下令退兵，倘若我哋咁做，岂不是逆旨而行？萧将军唔通同陛下都系一样，感情用事，妇人之仁？丞相大人，天助嘅心意，你应该好清楚嘅。萧将军驰骋沙场多年，亦都应该好明白一句说话，叫做以战养兵。今我军战意高昂，势如破竹，倘若黑下贸然收兵，军心必定大乱，溃不成军。敢问萧将军，可曾记得先王嘅遗言？挥军南下，歼灭宋室，统一大辽。好，讲得好，就等我哋同心协力，一齐达成先王嘅遗愿。
中宝，我知道为了中原的事仲是很难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我先刚刚跟中原重逢，就要跟他彻底永别，你叫我怎样释怀？但愿中原之死能够平息宋辽之间的干戈，这样自不会枉费他的一番苦心。我硬是觉得这场战事不会就这么平息。又怎会呢？纯贞女主不是亲口答应退兵的吗？我感应到有一股很强的杀气逼紧你，一定是耶律浩，他不会就这么罢休。